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冷笑话。小鸡说：为什么人类都有名字，而我们全都叫鸡？母鸡说：人类活着的时候有名字，但死了也全都叫鬼了。我们活着的时候没有名字，但是死了就有很多名字。小鸡问：真的吗？都叫些什么名字呀？母鸡说：咖喱鸡、白斩鸡、口水鸡、手撕鸡、辣子鸡、油鸡、炸鸡、烤鸡。谢谢大家。